孝顺儿女失去吗？再忙再有钱，官再大，也要停下来看看。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事劝人以书。积钱不如教子，闲坐不如看书。处事须知艰难，居家莫图轻浮。平日待人多厚道，急难自有人相扶。窗对青山门对柳，胸藏远志必藏书。万事劝人休计较，从来好事不如无。做事必须踏实的，为人切莫图虚无。财不盛，不可居其位；职不称，不可食其禄。古今来许多世家，无非积德，居是其所亲，达是其所取，富是其不为，贫是其不取。德为至宝，一生用不尽，先做良田，百事更有余。写得太好了，转发给其他家庭，我相信他们的家里会少一点生气，多一点快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